好，这里是幸福城。本来我们已经下班的了，但是今天是被迫加班，回来重新拍一个大疆的精灵4 Pro 带屏。来，简单看一看，这台成色是很亮的，装机背一下吧。精灵4 Pro 在室内的效果是特别好的，你不用管这里地方大小，也不用管什么有的没的气流，反正它效果就是很好。好，我们把避障给关了，启动外八，解锁螺旋桨。这是充电器、螺旋桨、机身遥控电池，这是云台卡扣。反正每次飞之前一定要把云台卡扣给取下来。而且看一下脚垫，这里有两条，看到这标记吗？刚好就给你放云台卡扣，防止你犯错。如果你扣得太前或扣得太厚的话，对它这个电机是有损伤的。好的，放后吧。